再度欣赏我们精彩的百战百胜，节目非常精彩，内容非常的丰富，是，阵容非常的坚强，从十几个人变五个人，这个我们单元非常突出，马上介绍我们的百战天使，第一位潘慧云，身高164公分，体重呢49公斤，现在就读华冈艺校戏剧科，演出过舞台剧，曾经在百战百胜当过百战天使，对，什么时候来的？前几个月啊，大家都没有印象呢。真的是，因为百战天使呢，要很突出才能来。好，他长得非常突出。就是平常做什么消遣？运动。运动，完全看不出来你有运动的细胞。有，所以现在找不到有任何一方好像是属于运动过。是做俯卧撑是吗？不是。为什么？就是仰卧起坐，看不到。打球呢？篮球，今天 NGA 灌篮可以好好的表演一下了。打哪个部位啊？打哪个位置？打哪个位置的？你就问我打哪个部位，可以吗？你可以灌篮吗？不行，不够高。不够高啊？那就表演篮球、运球好了，好吧？好吧，来球来球来，来我们节目就是要秀，这叫什么？好，类似哈。来运球，好，画下运球。好，不错，球没有落死掉。三个月没看到他表演，依然也是那么好笑。好，谢谢。介绍另外一位美丽的天使，那就是我们的吴佳琪。17岁，166公分，48公斤，现就读圣心高中，商银科，兴趣是音乐、打球。喜欢打什么球？排球、保龄球也打。排球啊，来排球。刚刚现场没有排球，哎呀，这叫破皮的排球啊！来跟谁打呢？来，我们来谈，来，哪个啊？哎呦，不太硬了。你排球是用胸部打的？上个球好了啊，来，哪个把球挑空？杀球啊！我表演一下杀球给你看来。你这是白痴啊！谢谢，到旁边哈，谢谢。好，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的特别来宾，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 NBC 新少年，来蔡依扎、施颖伟、吴镇伦，他们表演滑轮。三位，这出场不一样啊！那我们表演一下，先看他们表演一下，来，好，杰米。倒溜，溜冰里面的独轮，溜独轮。哎呦，刹车啊！还有刹车，刹车在后面呢，后面刹车。我们请一个来宾，让他们难看好了。好，10岁就让他们难看。哎呦，来，来，叫什么名字？唐朱伟。好，你会溜冰对不对？表演一下，让他们难看啊！这边好，表演一下啊！花式溜冰啊！对，地不滑。哦，哇！这是因为我们在现场这个柏油路啊，比较会影响。下次知道溜冰，我们就把油路铺平。没办法转，用阻力。你看怎么样？鼓励鼓励！谢谢小妹妹，谢谢小妹妹啊！长得又漂亮，马上介绍我们今天这里参加的队伍了。介绍第一队，是我们的空大队。空间无限，大有可为，空大，百战百胜，耶！第二队介绍的是我们政大地震系。第三队要介绍的是北市。四音乐，好好壮大，四音乐，健康健康，漂亮漂亮，百战百胜，耶！第四队为您介绍是建国工专土木科。团子战。
来介绍的是我们新庄合气道委员会。新庄合气道，来吧，大声！他们合气道呢很少在电视公开表演，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他们待会要表演合气道，这个所以我们节目内容非常精彩了。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一关，就是我们 NGA 灌篮大赛。好，跟我们高呼百战百胜往前冲，来，一二三，百战百胜，NGA 灌篮大赛，今天看到队伍当中很多高个的，身手不错的，篮球都打得不错，而且呢很有信心，今天准备单手灌篮。有吗？刚刚他们在练习啊，下水机会呢100%，但是灌篮的姿势都很漂亮。我们欢迎第一队，多性格留的马尾啊，听说篮球打得很好，好好的表现一下，报一下大名跟你的队伍。北师音乐陈志渊。来一位，好帅哥啊。差一点，这个姿势非常漂亮，但是差一点，没有关系，回过头再来一次好了。第二位先来，第二位叫什么名字？资深音乐高于静，高于静，好，来一位。哎，这个身手不错。没有怪上去，女生来。资深音乐宋一慧，宋一慧打过来什么？自己玩，来一位，来。这个差一点点可以算分的。我们有规定，这个球呢飞出去打到人的头呢，是一分。然后如果从底篮灌出去呢是2分。但是他没有灌出去又回来了。被网子拉下来。来，我们再给这个同学一个机会。感谢音乐陈志渊，好表现他，来，速度快一点哈。每次这个球都灌不进去了，真奇怪，因为差一点点都碰到篮筐。来，下面一队。大哥，小龙哥好，我是 NBC 的施颖伟。施颖伟啊，看他全身的肌肉那么样的啊，那么瘦小，皮肤那么白，我看他很少运动了哈，都是打什么球比较多？平常都打棒球。守什么位置？捕手。捕手啊，捕手很难得长那么帅的，因为脸都打歪了嘛。哎喂。多漂亮啊，对不对？看看这个叫标准，但是如果真正扣篮灌进去呢，2分，这个只是投篮而已，1分而已。来，天使，不要害怕，来了就要甘心一点。篮球呢，会带一个欢笑给大家，会，今天会不会？好，会吗？谁先来？先来啊，哈，来，文子妹先来呢。动作快！还有从底篮射出去的，也差一点点，难得哈。速度快，预备！小罗比，你要运个球，运两次，再跑上快一点啊！好，过去，好。篮外啊，不对了，这个是5分啊！他是射那个大篮嘛？来，下面一队，进攻，合气道吴启坤。吴启坤啊，这个个子打篮球啊，会不会吃亏啊？不会啊，那你先灌篮了、啊，灌篮会跟合气道没关系的，预备。这个速度跟跳都非常好，对，那是因为天生个子没办法，对，很难灌到，来一杯。准备了啊，漂亮小姐哈。他丢球还要念合气道一样，哈撒，嘿咻，来下面一队，同中大学，哎呀，同中大学终于见到我们校长了，校长带队了啊，服装好，校长好，是的，我想同中大学最主要是用这个先进的传播媒体啊，这个让一些。他或者是因为有工作，或者是因为家庭都没有时间，或者是失去机会的人，能够有进入大学进修的这个机会的管道。这个倒非常好，有时候不方便出门的、对，没时间的、半工半读的，或者从小失学的，或者是说想求进步的啦，更想求知求。那个我想请教校长，同中大学要考试呢？要这个每一个月要到这个中心去面授，就是上课。那这么几万人怎么考呢？
它分成几个地方，分成13个，我们有13个学习指导中心。那是说要念空中大学吧，先考试才能，也要经过入学考试。入学考试不能程度太低啊，那白听的啦。所以经过核定，这个原则是入学从宽，毕业从严。哦，这个原则很好，就是大家有机会学，那学得到学不到的那是你的事情。所以说瓜哥就有机会了啊、哎！空中大学可以念一下啊，哦，修个硕士、博士啊。啊，我不必了，哎，哦，哎，真的是，我是专科学位嘛，哎，我有真的是想多学一点呐啊。因为我们跟一般大学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入学啊没有这个学历的限制啊、哦，所以我们已经有好几位国小跟国中的学历啊已经在我们学校毕业了。哦，那念过大学可不可以再念一遍？也有研究所的，再念一遍。这个念过研究所的，他觉得要有第二专长，所以也到我们学校来。哦，那有的是职业专长训练哦。对，也算是啊，这课业很多啦。所以说任何行业都可以念嘛啊。那老师校长，你先。校长身手很矫健的、啊，篮球打得好啊，真的吗？看校长那个运球啊，不得了，今天看他身材，带一个篮球好像两个一样。哎、来一杯。哎呦，你看看，哎，交叉的啊。哎、哇，不愧是校长、啊、校长太崇拜你了，我们敬爱你、啊、哎呦、哎、校长是校长不是神了、啊、不能这样乱拜了、哎、你这位贵姓？王平香。王平香啊，你也是来空中啊灌篮啊，来来一杯。这个就不需要拜了、啊、来又是从底下灌篮，来下面一堆。政大地震，林庸胜、杨俊伟、方紫金。方紫金啊，哦呦，方便了、哦，一般吃完饭就用紫金啊。当紫金嘛，啊，他的名字叫当紫金啊。脏啦，工厂脏。哦，脏的紫金、啊、用过了啊，没有干净的，很难听。来一杯。大男人跑路起来就跟杨婆婆一样，太慢了，哎，人家快是不是？这样得分的这个都很难看的，速度快点！你这投篮很棒球，来，张子欣，来一杯。嗨、哦，这个呢，三位当中女生的姿势还算最标准，这个好看，哎，来下面一堆。建砖土木了啊！叫什么名字？王聪庆。王聪庆。张四川。张四川。张嘉欣。张嘉欣啊，他们的专长啊就是打篮球啊。三位都打过篮球啊，来。标准得分，这个速度快，姿势也不错。所以我刚刚说他们专长打篮球嘛，啊，你呢？好好表现一下，不要给自己的同学落腿了啊！再报一次大名。张四川。都快灌灌、啊、好，这同学很娇小啊，哎，希望你能破纪录，三个都得分了、啊、不要紧张，深呼吸，好，速度、啊、差一点啊，差一点点、啊、这队得两分算是纪录很高了，算很高了、哎、厉害。现场有没有来宾要灌篮的 啊叫什么名字？黄景昌。来跟爸爸妈妈打招呼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各位。来一杯。好，这位同学来。哎，有没有没带衣服啊？看到知道 Michael Jordan Buckley、哦、这位是 Pippen、啊、几位都是非常有名的篮球队员啊。哇，姿势不错，姿势不错啊。哎呀，非常可惜啊，方向不对、来宾呢、有个人在脱裤子了啊，口罩擦，你啊，那有没有带衣服啊？哎呀，今天两位贤伉俪来到我们这里啊，表现一下，老婆同意。好，灌篮，你叫什么名字？吕文斌，双口吕啊。吕文斌从哪里啊？宜兰来的啊。我们全部工作人员都欢迎你来啊，今天希望你灌篮成功，手表不会进水啊。哦，这个好表不会啊。好，来灌篮知道了哈，你没稳丢，但是呢，最主要是球进去就好。如果成功的话呢，我们马上就要送您这个什么奖品。哦，一部轿车啊，轿车的相片啊，我才喝，来一杯。速度太快了，没关系，回来，再给你老婆说再来一次。
下来一下，说不成功就要回来了。哎，是林安呀，安娜呀，你来个生气啊！这个弹簧床啊，没有玩过的人真的没有经验。看到以为要叮叮当当摔进去。好、啊，来，没关系的，再来一次、啊。啊，床凳里哈。我是想欢迎你来了，大家的生生气，我什么听过来了？好，我们精彩的。精彩的 NGA 有二十个人闯关，灌篮大赛二十个人闯关有几个关？有四个得分啊，四个得校长也得一分了。哎，对对对，十六个失败，稍微休息一下，欣赏更精彩的《百战百胜》。等一下，你这样催别人表演有什么意思？来。你和表演变马戏团的，女孩子把帽子戴坏了、哦、来平常那帽子我一看就不对，队伍怎么中间有一个戴帽子戴成这样子，帽子戴正还蛮好看的，但戴反了更有一番风味啊！哎呦，都像大头苍蝇啊我怎么会这样戴呢？哦，应该是这样子戴、好，戴好归队了哈，像个人了，像个人了哈、哎、观众怎么有忍者龟跑到现场好，马上进行我们的步步惊魂。哎，这步步惊魂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呢，地上已经装了垫子，这是避免他们呢摔跤。对对对，今天来的呢是和气道。哦，和气道，和气道的表演，一起生气就对了。哎，和气道呢，这个在全世界呢都非常流行。是是是，这个和气道呢，功夫要练得好的话呢，不怕强敌近身呐、啊。哦，哎，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啊。是啊，以和自暴，以和为贵，以和自暴啊。那我们今天请到我们总教练啊，和气道总教练来。哇。是女性人哈、哦，新装是合气道啊，不简单不简单。请这位总教练贵姓？姓肖。肖小姐、哦、啊，这个您练合气道练多久？14年。14年了，当初怎么想练合气道？因为一般流行什么空手道、跆拳道啊。嗯。对，本来也是想练跆拳或空手道，那、啊、也是朋友介绍，他说合气道比较适合女孩子来练习，因为它是比较柔的一个动作。今天给我们表演一下什么叫合气道，让观众知道，让合气道发扬光大一下。那目前您这目前这个段数，四段。来，我们请几哪几位来跟您搏斗呢？有一些徒弟，还有一个师。哦，徒弟还有师傅，有师傅在吗？他是师弟。哦，都是师弟。哦，好，请到现场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表演，怎么样表演？你们就自己啊，我们自己看着办，看合气道。有看到合气道完全是借对方的力量来使力啊，自己的花的力量很少。你们看到一个是女孩子，一个人对四个大男子呢，是啊，绰绰有余啊。看到他的架势非常好，好像练太极拳一样，没有用什么力量，你看打那么久一点汗都不流，你看啊，反而对方汗流了一大堆。怎么样？借力使力了啊！好，抓到他也没用啊，你抓到他手都没用，反而更惨。好、哎，非常精彩的表演，那么掌声鼓励鼓励！哎呀，啊！接下来我们想徐乃麟来单挑总教练啊，看他有没有办法从后面抓住他，我看他四段怎么样使力，给他难看啊！游戏，没错。你这样就痛了。
这样会痛吗？我不会，我不会。我知道何西道很厉害的，他借力使力，每一队派一个代表，只要把他干掉，今天就冠军。来，谁练跆拳道了？何西道跟跆拳道不一样嘛。那我们这边还有跆拳道四段的，来，跆拳道是？哎，哇，好，你是跆拳道吗？你是跆拳道吗？刚刚练哈，刚刚练，手下是三段的哈。哎，何西道里面卧虎藏龙，有三段，有八段的哈，不得了，不得了，来来。来，这个点到为止就好。而且都是女性哈，点到为止就好。点到我们不要打，不要打。我们现在稍微来个慢慢。点到为止就好，点到为止、哎、啊。来，不动。用力，他只脚到你头就拿下来了。对呀、啊，他真的啪，你们试试看。啊哒哒哒！你不怕死？你看看啊！刚才冰兰讲的，女生练练合气，她真的很好。对 对, 对，修身养性。我们谢谢总教练，谢谢。谢谢哈。啊，好，就要开始我们进行我们的比赛了。好，来、介绍大名。赖天富，赖天富，三段，三段，好。这也是三段跆拳道，吴秀莲，吴秀莲跆拳道三段，嗯，合气道刚学啊，钟清源，合气道两级啊，两级，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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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好，来一杯，来。速度要快啊！来一杯，来来一杯，又半杯又乱踩，哈哈看到没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来下一杯，下一杯。这是我们空中大学，空中大学队，还有我们校长及、所有的职员，还有摄影师上，校长听说有一段这个国剧要表演，哎呦，啊，唤醒大家的良知啊，那是要把这个松开，要不然这嘴巴张不开啊，要不要脱下来让大家看清楚你啊？哎呦，哦、啊，还戴起来好，哎，老身啊，好一个大胆了的。没无我之先把一桩人命案三问到殿先三天将人犯一起带剑扫一平将人头悬过高杆，谢谢。哎呀，花脸，对不对？校长，你原谅他，哎，我原谅他，不好意思。速度啊，来，快，六格六格六格，三四五五五五，耶、正大地震啊，对，陈世雄，王耀贤，刘少荣，来，对，要快，蜻蜓点水，快快，哎呀，预备。不晓得你会打篮球还会吹喇叭哈啊、哦、吹吹看哈啊等一下等一下你这样吹没人表演有什么意思好来来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
六，不错不错不错，条件不错哈。啊真的吗？哎，蛮适合这种歌。有一件可以脱，有一件可以，等一下，有一件可以脱吗？好，另外一件不要。预备，开始。干嘛那么急呀？以后表演变马戏团的。绑头发的怎么那么皱了？我、哦、没想到这个市立师范学院哎那么活泼、啊、哎学到这么多这些。刚刚脱完一件，他说快点快点，我要脱另外一件。来一杯一杯，来。哎呀，来第二位，哎你先来啊，六哥哈，来，一二三四。蔡温琪，哦呦，我给你看看这三位，哎呦，那个脸的皮肤差不多一样，真是蛮一致的哈。啊，他们学校可能啊都到外地去实习，哦，到沙烏地阿拉伯啊、中东，哦这样子，来，学有所长啊，预备，预备。来，第二位女生六格就好。成功嘛，超过七格了，有没有想再试成功的？啊，你跑一次来，来来，预备，来。可以嘛，可以嘛，就是速度行嘛，要速度嘛。还有没有？没有了哈，再来一次，再来。好，来来预备。错了啊！耶、yeah! ！我们精彩的步步惊魂，总共有19个人闯关，一个人过关，18个人失败。稍微休息一下，欣赏更精彩的。海战海胜！耶、yeah! ！最困难的抢棍、哎、啊，这个抢棍呢，很多朋友呢都想跃跃欲试，嗯啊，觉得说这个滚筒啊是很简单，其实啊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我们开辟了一年了，差不多、啊、到这个单元到现在差不多过关的可以寥寥无几，寥寥无几。哎，这、尤其徐南林对这个单元呢可以说是这个寥落指掌、啊，哎，每次一来还可以带人家过关。刘德华现在不错啊，哦，哎，不得了啊，那是体态轻盈 啊，像你这高个还反应那么好，还真难得。哎，不是的，不是的。来来，好，来，第一位。正在你的杨俊伟，正、欸，你是学画画的、啊，美术系吗？不是那个美术新社团。哦，这是属于这种水彩画的。哎、欸，对，水彩画。为什么画脚跟手了？因为觉得很无聊啊，已经没有东西画，只好画石膏像。哦，手足情深嘛。哦哦，手足情深。对对对对对。啊，这个的话呢，非常有意义，而且这个是石膏像了哈，而且今天走这个抢奖过需要用到脚、啊、跟手的平衡，这是看。我们来这个欣赏一下啊，嗯，不错，嗯，请就位，预备。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耶、yeah, ，下面一位，
俱乐部，新少年俱乐部。台北小生情俱乐部啊，很久没看到你们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都在干嘛？这一年我们除了大部分时间在创作自己唱片之外，还去了香港跟大陆。去了香港大陆哦，做宣传就对了。对，今天带来乐器要表演呢、啊。对对、啊，其他的才艺啊，表演什么样才艺呢？我们就吹一段儿童音乐班，儿童音乐班，来试试看了。哎呀，欢迎各位示范我们儿童乐园。来，预备。可惜啊，控制的非常好。对对对 对，但是只过了一个，另外一个也几乎已经90%快过关了，快到对岸了。哎，不错了，表现相当不错，我们再给他们鼓励鼓励。来，下面一位，瓜哥，看着我叫瓜哥，昏了，他昏了，晒昏了。紧张，他是排队大名，吴秀莲，吴秀莲，河西道队的。哎，他呢，跆拳道。练了十年，现在是三段，对不对？对。合气道刚刚练。哦。对。这个练了十年才。但是以他这种身材来讲，能够练武术练到三段。三段。不容易啊。对呀、啊。你这个分几两嘛，对不对？在你那个等级来讲。你当初练跆拳道的目的是为什么呢？防身。防身。有没有碰到过危险过？没有。有没有说跟人家这见义勇为打过架？差一点，但是没有，是台湾的，不要。闹事太冲动啊、不过基本上练武之人也不是为了这个平常这个动气，不是啊，他有时候当然要忍了、啊。我刚刚就问那个师傅啊，练武的人要修身养性、啊，要不然自己就好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伤及无辜啊，嗯、对不对？对对 对。哎，所以这个当然呢、啊，也他一个好的很好的警示作用，就让人家不要觉得弱女子好欺负。你那我刚打的替帮你有怎样？哎，好嘞，要不要人陪你啊？啊，找刘德华。刘德华，你要不要练跆拳道？好好地学一下哈，好来来这位，来这位，看他脚，看他脚。哎，不会游泳。会游泳，会游泳，人家游泳。那哪叫游泳啊，打跆拳道嘛。好，水里面打跆拳道，你看、哦、好厉害啊，这样可以往前跑，好厉害。哎呦，来下面一位，哥们，哎，啊啊啊，成功大学曾文泰，曾文泰、啊、也是职员啊。哎，对，今天校长带队来。对，校长多年轻啊啊。那空中大学校址在哪里啊？校址在泸州。在泸州啊、哦、学校有多少同学？同学的话大概，如果是有登记过的话大概70000多个，那没有登记过有在选修的话大概30000多个。完全在空中教学就对了。空中教学可以这样说吧。哦，在家里就可以念书了。对对。啊，那学费怎么说呢？学费的话是按照教育部规定，一个一学分的话680块。哦那算是。那不是为了赚钱了、哦。当然不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就给私立一直干了，对吧？好来。不错哦，这个人蛮有概念的哦，再配稍微快一点，哎，你看他会找这个鼓鸣的轴心啊，做平衡点啊。这平常一讲。
讲，这是我看过啊，走在抢墙棍走的最好的一个。哎，哪一个是这样？建章土木。建章土木叫什么名字？苏雅玲。苏雅玲。苏雅玲。啊啊！这听说是校花了。是啊，这我们一眼望过去，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校花。她说要叫你帮忙，她有男朋友还叫你帮忙。那我怎么敢啊？尤其少来了，你们队伍都是，你就你就你没有那个戴墨镜那个一直瞪我，看到没有？小胖，小胖，我介绍一下男朋友来。我跟你讲，来来来，来来来，让我们同学看一下来，各位看他腿毛多性感，你看。哎，对对对，啊，哎，哦，有跟他星星的，来来，还挑位置啊你啊？脚会烫啊，你看他脚缩起来。脚，你看脚。那个哑铃在往右边，拉住拉住他。假睡假睡，小胖假睡。来队，四四音乐张四昌，四四是，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哦，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张四昌，你呢？你是哪队？建章土木张四昌。耶！啊？这个不是故意安排的，啊，这是非常凑巧，两个人同名同姓。哎，张四昌一个字都没有变。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啊，下水，啊，父亲不同，父亲不同啊，不过长相好像有点像，类似哦，嗯，啊，交个朋友，哎，一个是建专的，是，一个是台北市立师范的啊，这个两个人呢，今天都报名抢抢棍，嗯，刚刚你已经失败了，对，哎，失败过了，还要再走一次，哎，没错，那没关系，我们请乐队欢送你一下啊，听说你小提琴拉得不错，光这个小提琴就20万。哎，家里面有一个100万的不舍得带了。家里有100万的小提琴啊，哇，家里面有，哎，古董啦，环境不错，来拉一下，我们大家听一下吧。来，20万的小提琴，我们听听看它的声音，音质是如何的啊。听完这个音乐好像贝多芬在世啊，哎呦，莫扎特的这个化身啊，哎呀，拉得好拉得好，哎，这个光的可能是小提琴好的关系，啊，关系，哎，那这位张四昌你要表演什么呢？我表演下水了，两个那两个一起来好了，好，张四昌对张四昌，啊，来预备。你们不叫四昌加油啊？张四昌比一个徐乃麟，过了过了，后面那个张四昌在混呢，啊，他过的前面很混，真的在混，好，可以跳过去了，可以跳过去了，两个都好厉害啊，市立师范学院啊，您主修的什么？声乐。声乐，哎，高歌一曲好不好？算是中音还是高音？哦，这样就算高音，那高音是那就高音啊，就是啊，
本身的音比较低，对他来讲，他是他的高音了。哦，那你应该学低音嘛，来来呗。这一套讲阿嬷，把阿嬷搬出来了啊！阿嬷今年高寿啊？65岁。阿嬷65岁啊，在我的标准来讲，70岁以上才算阿嬷。你不能拿阿嬷出来骗人呐 啊！啊！假拍弹。啊、真的是拉不住啊、哦！天使啊，啊，头怎么戴起来这么怪？怎么后面突出这样吗？哎、啊，叫什么名字？潘慧云。潘慧云啊，你呢？胡佳琪。胡佳琪，来一杯，要就位，好啊。瓜哥带，好我带啊，我卡拢进来哇！我脚是肿的嘛，你看摔肿的。人家阿嬷都喜欢看我们，你才是为了阿嬷走。是啊是啊，对啊，但天不从人愿，对不对？对嘛，哎，为了让阿嬷能够很好了，我找两个男生帅哥，来，小胖，来，刘德华，来来，小妹妹哈，当个自己的小妹妹一样哈，来、哎，走，你的脚，哎，太太，下。刘德华，你在干嘛？刘德华，小胖，小胖在干嘛？小胖，小胖呢？哎呦，吓死人！那个滚筒多快啊！你看，你看，不错不错啊！我们精彩的抢抢棍，总共有16个人闯关，有4个人过关，12个失败，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对，来稍微休息一下，欣赏更精彩的《百战百胜》。耶！歌手 Michael Jackson， 这个又到了我们欢乐对对碰，哎，今天呢真是啊，不是兵多将广了，今天是老弱残兵，兵少将寡，今天我们难逃一劫啊！来，第一位。试试音乐啊，就市立师范音乐教育学系，哦、音乐学院是吗？小号小喇叭，经常上小号啊。好，来请抽签，第一张徐百战天使，好，那就是我们 NBC 青少年俱乐部啊。好，摇起来。反应不错哈，你看他差点失去重心就把他拉回来。好，恭喜啊！厉害厉害，来下面一位，来来，牛，哇，这个牛的太硬了，哎呦，机器舞来了，
试试音乐，白伟毅。白伟毅，你是也是学音乐啊？是。好，来，请抽签。抽签，第一张，第二张。特别来宾，好，也是我们 NBC 的哈，来，请上来。来，就位。好，站到红线以外，好，看一下站到红线以外，来，摇起来。呜呼呜呼两个都下水了，好，两败俱伤，好，没关系，来，下面位，哎呦，哎呦，好，转过来，这个体型不错，发育很好。试音乐，宋一慧，宋一慧啊，你一定学那个大提琴啊？不是，我是学声乐。哦呦，高音还是低音？高音。高音啊，我看高音有多高了。哎呦，哎呦，谢谢谢谢，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呢？能不能唱几句啦？唱瓜哥的歌。好，你依然在我心深处。啊，对，我就请瓜哥多指教。没关系，我来指教哈。他说第一句怎么唱？我一直没有，我一直没有对你。听你说清楚，关于你，关于你的一切，我是多么在乎。因为爱你，所以我孤独。我还是要对你说，祝你幸福。他是打错了，不是我要截歌啊。他。我也许会在另一个爱情的世界里继续漂浮，但无论如何，请你牢牢地记住，你依然在我心深处。我也许会在另一个爱情的角落里找到幸福，但无论如何，请你牢牢地记住，你依然在我心深处。依然在我心深处。不错不错，这是我所有听过高音里面唱的最好的哈。不过哎，我们俩这首歌好像换成女孩子唱，唱的蛮好。你又唱哪个？沙啦啦啦啦啦，关贼，你有我的歌声带你心情旅行，是不是忘记？啊、哦，来，那您这个我们就挑女生来好了，两位天使您挑一个。她这个身材啊，啊，哎，我们还有一个天使啊，来。我们还有一个天使，你要哪一个？这是我们现在佣兵，佣兵哈。好了，来来，就位，来来来，两位女魔王，哈哈。歌唱这么好有什么用？人家瓜哥也不会找一个人家瘦弱的给你。好啊，好来。我的歌就赢了，对不对？来，下位。这位先生，请你转过来。哦，刚刚好像风湿病了。人家那个蜗牛啊，蜗牛背着重重的壳，这样。来，对。先关主播蔡坤喜，蔡坤喜，来，首先第几张？最后一张。日本魔王，来，就位。来，站好。好了，摇起来。王明常重心很不稳啊，哎，他胖的是上半身，没有用。来，下面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阿里山的少年，来，转过来，哎，天真不过王慕寒，王慕寒啊，来，天使你挑一个好了，头发完全的，头发完全的，来，就位。好来，那就位摇起来，摇摇摇！哎，不要踩红线啊！厉害厉害厉害啊！
来下面一位。我有谁对谁错？哎呦，好紧张，你好紧张，这个年纪快大淡薄了哈。来，对，心脏何其大，何其大，哇，那重心很稳呐、啊。何其大讲究的这种气啊。哎，来来来，请不要来抽，第几张？第二张。好，来这位。青蛙下水呀、啊！哎，胡瓜是没有练过合气道，可是胡瓜的屁气很厉害。你会养啊？哎呦，这个合气道三段哦，哎呦，先到底三段哦，哎呦，不知道八段哦。大明，大明，心脏合气道，郭文静，郭文静，啊，第一张，第一张，小亮哥，好好好好，摇起来。厉害厉害，我知道哈。啊，不行不行。哎呦，哇！你看呢、啊？这位起码九十公斤了、啊，九十公斤有、哦。那没关系，我们叫女魔王来，女魔王。我们的这个美法师叫什么名字？林佳慧。林佳慧，佳慧她想玩嘛。好，派一个男生跟你哈，来，这位这位。好、啊、好。好用力撞啊！来摇起来！你说我，我说他，他摇起来！大家都下去了啊！好，来下一位，下一位。帽子戴歪的啊！头太小，来对。国立高中大学刘家慈。刘家慈啊、应该是挑女生了。刘德华好了，来，好，刘德华上。被顶下去了吧，刘总。来，下面一位。这个腰很软。哎呦，转过来。那你叫杨俊伟。杨俊伟，来，请抽第几张？三张。二、三、准备了。好，预备。听哨声才能撞，然后你的重心要摆稳了哈。啊，徐乃麟，顶下去啊！预备。哎，来个厉害！啊，下面一位。好，转过来。来，对对。笑一笑。笑一笑，来，我带你来看一下。很紧张，你看哪一个？你看哪一位不顺眼的？刘德华报仇好了，好不好？你看哪一个？刘德华最烂的，来，来刘德华，刘德华就位啊！来摇起来，脚开一点，脚开一点，有重心，蹲低一点，哎，摇起来，看我的嘴型啊！你就不会让人家一下，现在就不演了，叫你演的时候不演啊！耶、yeah! ！精彩的对对碰，总共有十五个人闯关，就三个人过关，三个人过关，有十二个失败。嗯，哇，我们今天实力算蛮坚强的。是，有我们那个失掉一分的嘛，女魔王今天来助阵嘛。啊，但是都下水啊。哎，我们天使今天不简单啊、哦，不简单的，没有下水的，两个都没下水啊，是两个对撞，两个对撞好了。好了。来，两个对撞一下，蹲地对撞，脚站，不会游泳对不对？你会游泳对不对？啊，不会游泳啊！我来，我来，快点，快来，我来看看嘴型。你干嘛？这边不是人呐、啊！他会游泳啊，不好都留给我。他不会游泳，你看看你，真是的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现场更精彩的，百战百胜，耶、yeah! ！
我们节目不能够徇私啊，这样对别的队伍怎么交代呢？刚刚是示范怎么接球啊，没关系啊，来跟男朋友可以一偿心愿啦。哎，看到我旁边的美丽天使，上次就来当过天使了。对，哎，这次又来了啊！叫什么名字？潘慧云。潘慧云，华冈艺校的同学啊，长得非常的清秀，等会为大家好好服务一下。好，好来，第一位，耶！来队，空中大学黄素秋，耶！黄素秋，你是学生还是？职员。职员呐、啊，那职员要做些什么事情啊？我在出版中心服务，同学如果要买书就到我们单位买啊、哦、教科书都给你买就对了。对，所以我们美丽的这个哈、啊、卖教科书的小姐啊，把她的脸记下来，万一她卖贵了哈、啊、大家就对付她了，就找你算账了。要找陈一阳啊，找谁啊？陈一阳。陈一阳是谁啊？校长。校长啊，好、啊、哦，校长在前面啊。哎呀，校长带队来了。对，好，来准备。全部哎呀，嘴巴那么溜，这个行动有那么溜就好了啊！今天是校长带队来。对。什么叫空中大学？空间无限，大有可为。但是没有学啊。有啊。有吗？就是学无止境啊。那你为什么不讲呢？因为每个学生都知道嘛，只要是空大的学生都知道。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是每个空大知道，电视机观众前面不知道啊。只要有看过华视的人都知道。很会讲话，这个人不错啊。你有没有上过空大？没有。空大是几岁到几岁念的？嗯，不晓得。不晓得。18岁以上就可以了。18岁以上，你几岁？25。25岁。那应该可以毕业了。啊、可以毕业了啊！是你们最老的学生大概几岁？70-80岁都有。对嘛，这个叫学无止境呐、啊。好，那我们开始下水了吧。讲得这么好还要下水啊？讲归讲，下水归下水啊。我跟你讲，不是说学问好的人都不需要下水。你要不要洗澡？不是啊。你要不要洗澡嘛？你洗澡当然每天都要洗啊。好了，那你还是说嘛，来。你们拉拉队都不太理你啊，非要指挥一下的耶，你人缘大概不太好。我人缘好不好？啊，你的人缘很好，我的泰山也不错啊。来准备啊，这样子你到那边我帮你打球啊，你脚有点受伤了啊，我哨子一吹你就先跑。陈师兄，耶、yeah! ！准备了啊，用力打球。耶！来队，谢谢爷爷，苏丽金。苏丽金，这位苏同学呢，严格讲起来是我的小晚辈儿，哎。刚刚我们在后面呢，已经认了很久的亲戚了，他要叫我呢，好不好？表舅公、哦，叫得我有多老啊？哎呀，哦，这个辈分太远太远了啊！你们一表三千里啊！对，哎，就是我们还是各教各的，不要把我叫那么老啊！表舅公是族谱里面的啊，私底下见面叫亮哥就行了啊！哎，同学们注意了哈、啊。
你呢就到那边准备跑，我帮你打球。表舅公嘛，哎，哇，太老了，表舅公，你先跑，好，准备。我们节目不能够徇私啊，这样对别的队伍怎么交代呢？刚刚是示范怎么接球啊，我们再发一个球哈、啊，小短腿啊，看到没有？报应啊，报应啊！啊，但是我不会让。我不会让他下水，我们要让舅公下水。哎，舅公，舅公，请到这里来好吗？舅公啊，哎呦，你给我加水也请假呢哈。怎么？救命！你看，我多，那怎么办呢？对对对对，这个是你是主裁判啊，我是想放个水呢，可是被你抓到了。哎，不是，因为别队在抗议。哎，但是呢，我们法律不外乎人情。对对对对，但我也不能做得太绝。是是啊，我呢，个人呢是从此再不管这件事啊。这样子，这刚刚那个接到球也是要技巧，我丢得蛮远的。啊，这个球接到了要算分，啊、可是呢人也要下水。哦，好好的转一下。哎，表舅公亲自操刀。我在这儿。这种处置就比较好一点。我个蛋回去啊！水还是要下，哎，分还是要得，哎，好来，我们要。好，不错不错，这个表现公平还蛮公平的，哎。对，战广告上土木科江俊成耶，准备了啊，天使，这个球用力的，不要怕，来。你这个队伍是什么队伍？建国公专土木科。土木科，听说来的不是全部土木科了，男女朋友。你怎么知道？他们呢、啊？这个中间大概只有一半是念土木科，其他都是眷属啊，男男女女啊。你的眷属呢？哪一位？我的哦。哎呀，出来！哎啊，你好，你什么学校？建专土木。你也是土木啊？你呢？同班同学。哦，你们是同班同学。哦哟，认识多久？四年多。喜欢他哪一点？全部都喜欢。每部分都喜欢。听说你还除了念书还半工半读啊？是。在做什么？做油漆承包。油漆承包，有两把刷子。谢谢。刷得不错。还可以。他刷得好不好？好。我家里差不多一两年刷一次啊。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服务。那当然有需要，你们比较便宜嘛。可以。service 也可以。啊，不是，你们半工半读不能省你们的钱，工要好一点啊。没问题。哎，创业维艰呐，啊，你们携手共进啊。两位就非常幸福，认识四年多了，感情一直没有动摇。你还没当兵吗？还没。这就难怪了哈。如果当兵会不会改变你的想法呢？不会。千万不能改变，要不然他会拿油漆喝一桶。嗯、哎。那怎么办呢？这个球都下水了。我们听女朋友了好了。嗯、哎、怎么样？再一次机会，看到你的份上，好不好？好，预备。魏征啊，何同学非常的可爱啊，哎，还有兔牙啊，几年级？5年级。哎呦，五年级就是快毕业了。哎，今年升5年级的。对。啊，这个女孩子学土木的不多哈。嗯，我们
们学校蛮多的。啊，好好努力，好不好？将来也许当上建筑师也不一定。谢谢。哎，来，球放好，用力打啊！来，预备。哎呦，再拿一次。好，放好。老公呢？老公在哪里？老公，来来来，你也是土木啊？你呢？我也是土木的。都是同学啊？不可能嘛！你们学校都自己啊，肥水不落外人田呐、啊。来，你们认识多久？四年都认识四年了 啊，喜欢到哪一点？忠厚老实，温柔体贴。忠厚老实，温柔体贴，你喜欢到哪一点？全部都喜欢。全部都喜欢。这个既然这么恩爱，那我们没话说啊。不过你那是个真的不像学生啊，有点像卖黄牛票的。那现在怎么办呢？既然没有接到。啊、我们就要下水了。你怕游泳啊？不会游泳。这样好了，我们也不丢你，你自己下水姿势漂亮一点，我就让你女朋友再来一次啊。这个叫漂亮啊！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在底下，来再来一个。男朋友可以一场心愿啦，在水底中跟女朋友来，哎，我满了，报喜啊，报喜啊，来队，金哥何其道，何其道什么大名？张富美，张富美，哎呦，我们有一个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女影星啊，也叫张富美，哎，同名同志。对。你练很漂亮哦，哎，合气道练了多久？初学。初学啊，初学了多久？三个月。三个月，请问合气道的精神是什么？没一个说得出来的啊，教练啊，你们好好回去调教调教啊。好，快跑前进。富美跟我们电影明星好像同名同姓啊，这个听说她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公，和气道几段？好像黑带吧。黑带是几段啊？啊？老公几段的不知道。嗯，那老公的跆拳道几段？三段。跆拳道三段啊？咏春拳是练到什么？练了好久了，我不晓得。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啊？嗨，老公呢？哎呦，前五之人必定要忠厚啊，不然的话呢，手上有一副兵器一样啊，手能啊夺人家命啊。对，你有没有修自己的啊武德？武德有啊，在家里都在家里修。这个老公，老公心情好不好？性情好不好？常常打你吗？那多，他不打你了，那你多不幸福啊！来，这个平常怎么样疼爱自己的老婆呢？在家里的话，这一般时候就是要像练武是在技术是在外面练的哈、哦，修身养性都在家里被老婆打一下。哦，对，对老婆要温柔，让老婆有依靠。那您是现在当老师吗？没有，我现在在上班。上班啊？对。这样帮我们比几个姿势啊，咏春啊，我们一般的防御就是这样子啊。那一般的话，我们比较就是对方攻击的时候，我们在反应做攻击。平常都打那个木人桩吗？哦，这个咏春拳、和气道、跆拳道呢？跆拳道也有练几段？两段。你老婆好漂亮，真的。你看，真幸福啊！您可以回去，没关系，你看。哎，你看老公，你看，我就考验她老公有没有修武德。哎，这个公平。
哎，我们人不能这样，要公平。是吗？是吗？不能借着自己的武力就欺负人嘛，是不是？我还有靠山呢、啊。对啊，那什么？给一次机会了啊，给机会，随便您说，两个一起接啊，两个一起接。接不到的话，我挑个漂亮的，漂亮姿势，好好好，哎，好。两位天使，好，这位天使叫什么名字？吴佳琪。几岁？18。你呢？17。潘慧云。什么？潘越云呢、啊？潘慧云。哦，和潘越云差一个字，潘慧云。啊，吴佳琪。好，那你们两位就准备了，先到楼梯口就位啊。我一吹哨子，银河就接球了。底下的魔王啊，千万不要帮忙，他们就两个人啊。预备。厉害啊！好，我们精彩的大西瓜总共有12个人闯关，过四个，四个过关，几个失败？12个过四个，八个失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欣赏更精彩的。百战百胜，耶！看到没有？哪个不是学音乐的？有如花，有日本，我的崇拜啊！哪个太？百战百胜，耶、yeah! ！观众现在进行单元是大白鲨，来欢迎第一位。Yeah! Yeah! 大家好，建国工专土木科江信贤。江信贤，哎，刚一上来好像在朝圣，耶、yeah! ！啊，这是很热情啊。哎、啊，对、啊。那我们这个大白鲨你要准备了，男生的速度是很快的啊。好，来预备，凭实力的哈。开始，上，左滑板子，跳。往后一点，往后一点，哎呦，拉起来，拉起来，跳，哎呀，不错不错，跳起来，跳跳跳，不错，哎呀，这样才要再一次，我还要打他嘞，耶，建章土木苏玉秀，苏玉秀啊，女孩子，我们速度已经不放慢了，好，啊，今天讲久一点，就是让她放慢一点。五年级的，五年级。哎呦，那马上还有快毕业了嘛？对，对不对？明年就毕业。毕业了，现在全部是同班同学，男女合班吗？对。哎呀，真愉快，真幸福哈！好，来，不错不错，跳。好，我们第一个可以，第一个可以哈。再来就要跳了啊！跳。来，百战百胜我爱你，百战百胜我爱你。跳跳、啊。有希望哦。镜头在那边。金砖合气道中青元。中青元、哎，那这两个是什么？这中秋节快到了嘛。这是文旦。文旦。啊、哦，文自己种的。哎呦，金砖好像不产这个、啊。在新竹。哦，你们家在新竹啊？有这六甲那个。有六甲，六甲这个柚子树。六甲就是10000多坪了。有六，有橘子跟柚子。那你一直送我们两个啊？哎、这个。样品而已，哦哦，样品，其他都没有熟，就熟了这两粒哈、啊，对不对？就把它带到我们节目中来啊，真够意思啊！啊，那谢谢你了，谢谢哈。那么准备好、啊。哦，说谎说谎，他们家柚子全部熟了，哎，讲说只有熟两粒。NBC 青少年俱乐部，你们两位谁先来？我先来，来好，那我们希望你报一下，大家都知道我们是 NBC。NBC 施颖伟，施颖伟来，预备。跳得不顺，好，直接下水。学舞蹈的啊，来，我叫吴正伦，吴正伦，好。
怪了，一点概念都没有。正大地震陈慧芬，陈慧芬啊，手上拿什么？哎呦，电话卡，好像很多的朋友很喜欢这个收集电话卡啊。这是十二生肖的电话卡啊。收集多久了？两年。两年呐、这个都打过了还是没打过？打过了。打过这么多电话。哇，打过了。你平常干嘛？没事打电话。因为男朋友在拿解放军。男朋友今天没来？有啊。有来啊。已经退伍了。刚退。哦，退伍了。现在在读政大。对。男朋友为什么这么早当兵呢？应该是同学嘛。因为他是武专啊。男朋友是武专啊。他不是高攀你了吗？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不是，你为什么愿意等他呢？没有啊，因为在一起很久了、啊。多久？四年多了。你现在大几啊？大，要升大二。大一要升大二。我高中开始。高一就开始了。对。我很羡慕你。父母亲同意啊？同意啊。同意那就好，只要父母亲同意，让他们正常交往是应该的。对啊，这现在的孩子啊，你越管着他。他的月交，哎，对不对？好，我们把你的这个珍藏品呐、收起来。男朋友为什么不来给你加油呢？不好意思嘛，啊，脸皮太薄，哈，头发还没长齐，哎，好来，来来来，这是音乐，音壁中，音壁中，姓哪个音？殷勤的殷，殷正阳的殷，对，姓殷的好像是山西人比较多。不，南京人。南京人。好，从山西啊，就到后来逃到南京了，逃过南京大屠杀的，逃过一劫来的啊。近视几度？800多度。800多度哈，来，他那个小心，小心，来，预备，来。今天好像没有男生过关啊。事事夜夜瑞奇。是是，人家是台北师范，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师范学院音乐系啊。对，大名再叫一下，叶瑞奇，简称四师音乐，四师音乐，四师音乐。哎，所以不要讲错了，四师的音乐。今天没有男子过关，让你啊，这一举成名，来，加油！抓板子，抓板子，再后面一点，再后面一点。这个应该打屁股的，打屁股的，耶！下位，世纪音乐黄爱婷，耶！黄爱婷啊，您学什么的？我主修钢琴。主修钢琴，复修马桶。复修声乐。钢琴和马桶应该扯在一起。主修钢琴，复修声乐，学的是哪一类的这种歌剧？还没有到歌剧，主修才要学到歌剧。我现在只在发声练习。发声啊？哎，只练发声吗？初学班的。那奶哥瞧不起你，唱一段给他听听。奶哥唱给我听好。你唱给他听嘛。不要客气嘛，不要客气嘛，现在学音乐的对不对？音感一定蛮好的。看到没有？奶哥不是学音乐的。在那银色沙滩上。不会，一定考到他会为止啊！不会。在那银色沙滩上，不会了。犹如花梦一般。哎，你在何处？我有崇拜啊，乃哥太帅了！所以说你要多学学，特别学音乐的同学，复修还是声乐，唱不出来几句，丢人现眼。回去老师啊骂你们的，哎，不如我们先骂一骂。好，来，加油！预备，哎。哎呦，好，可以快，赶快站起来，赶快坐好，跳。抱着鱼头掉下水，耶！嗨，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鲨真是难看，过关的是女孩子，唯一过关的，我们有15个人闯关，一个人过关，那个女孩子在哪里啊？10万里是10万。好，来，请上来，请上来，接受我们的欢呼，哎，来来来来，真是了不起，叫什么大名？叫这张土木。好，来帮我们做结束哈。我们这个有15个人闯关，一个人过关，从开始，从头。来，我们大白鲨有，我们精彩的大白鲨 CG 开始哈。
预备开始。我精彩的大白鲨有14个人闯关，15个了，2人闯关，然后1个人成功，那就是我，还有18个失败。哎呦，厉害，那就是我。我怎么样？然后呢？好，待会请收继续收看《百战百胜》，耶！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马上介绍今天所有参加队伍的成绩。嗯，当然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参加的来宾啦， 特别来宾赶飞机，剩下天使啊，只剩你了哈。哎，我们马上揭晓我们今天成绩。接下来我们的第五名的是我们的新庄和气岛。好，来，我们送你的奖品是高级瓦斯炉、汽车马力加速器、创意包装纸盒、止痒止痛药油、人参饮料、运动饮料、口香糖，恭喜你们！哎，恭喜你们！第四名的是我们政大地震。奖品是省电电热水器、流行男女泳装、家电汽车清洁蜡、杂志半年份、美发用品系列、高纤椰果食品、法国进口的矿泉水，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好，接下来介绍第三名是我们空大。好，我们送你奖品是标火型瓦斯炉、流行朋克鞋、金门贡糖礼盒、杂志半年份、电视电脑清洁剂、沙拉油、葵花油、运动饮料，恭喜你们！好。第二名是我们北市师音乐。好，我们送的是浪漫一生对表、高级男士衬衫、个性摄影卷、杂志半年份、高级篮球、清凉饮料、速热食品，恭喜你们！第一名。
第一名是我们建国工专的土木科。啊，送你们奖品是绅士休闲名表、曲线调整型内衣、专业摄影卷、杂志半年份、海苔礼盒、专业美发系列、椰子水，恭喜你们！好，现在每一队派一个最美丽的代表出现。啊，好，这几位都是美女。好，您是空大。对。您是校长夫人。哎呀，哎呀，校长这个是啊，非常有福气，年轻，贤惠。请他年轻貌美的太太，这就是成熟美。你是？合气道的，你有练吗？几段？还在练。啊，她是非常纯真美啊。云南土木，她是性感美。是音乐，她是有那种气质美，气质美。啊，有吗？学音乐嘛。啊，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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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打小亮哥。气质跟你打人。哎。这个是属于那种地震美，不是文静美，比较笨的一种美。早上啊，他一个人在那边大西瓜那边。这五位同学，麻烦到箱子前面来，请抽出来，打开来，把念一遍。汉兴工程北市建国北路三段。OK， 好。台辉企业。台辉企业。台中县沙鹿镇七贤路，兄弟姐妹队，台中市华美西街二段409号。好，兄弟姐妹队，看不懂啊，看半天，开始看半天。中心合金，台北市民生东路。南师初教，台南市树林街二段33号。好，谢谢，恭喜这五队，也谢谢今天所有参加的队伍。谢谢你们卖力的演出，同时也感谢电视机前面观众们给我们鼓励支持。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中午12:20收看我们精彩的百战百胜。耶、yeah! ！最怕你伤心，却一滴泪也不流；最怕你难过，却咬着牙不肯说；最怕你孤单，却宁愿一个人走；最怕你寂寞，却不愿对我开口。你不是故意错过，却一直在这样做，以为悲伤总比快乐多，寂寞总是比朋友多。你要我等你多久？试了春天都不够，怎么才能让你相信爱情的路不难走？你要我等你多久？试了春天够不够？给我承诺，让我陪你到时间的尽头。哦哦哦，最怕你伤心，却一滴泪也不流；最怕你难过，却咬着牙不肯说；最怕你孤单，却宁愿一个人走；最怕你寂寞，却不愿对我开口。你不是故意错过，却一直在这样做，以为悲伤总比快乐多，寂寞总是比朋友多。你要我等你多久？试了春天够不够？怎么才能让你相信爱情的路不难走？你要我等你多久？试了春天够不够？
给我承诺，让我陪你到世界的尽头。